啊，这些原理呢，这个应用起来呢，它的这个主次悬殊不是很大，而行书呢，要有动感，要有姿态，所以它的主次变化就非常大，对比就非常突出。因此呢，我们主要介绍一下啊，这个在合体字当中啊，这个偏旁的偏旁变化的一些规律啊。下面我们举几个例子来看一下啊，比如这个夫，如果单独写的话啊，单独写是这样的。在左边，比如这规定的规是吧，在左边，在左边的时候，它的左侧是吧，左侧是延伸的啊，而右侧呢是收敛的，这一捺变成了一点挑上去，在右侧呢右侧它的变化不大是吧，仍然是这个形态。在下边，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再看一组字，圆，单独写的时候，在左侧的时候，在左侧的时候，这个变成了竖条。在右侧的时候，没有什么变化。在半包围结构当中，有一些变化，就是这个竖弯钩变短了，球在旧字当中这边呢收敛了一条是吧，往上调了。在右侧没有什么变化，而在上边在上边是吧，缩小了，整体的形状变矮了。升单独写是这样的升在左侧下边部分缩小往上调在右侧是吧，没有变化在下边也没有变化。另这是单独写的情况，那么在左侧呢右边收敛，在右侧一样比较舒展在下边也是比较舒展。是这是单独写的情况在右侧
没有变化。作为半包围结构的偏旁是吧，比如题目的题，它这音大是吧变长了。再看一个，这是左右结构的字。从上面各组看呢，我们可以归纳出一点，就是在组合的时候呢，变化最大的就是它处在左边位置的时候，这个时候变化最大。因此呢，就是在我们用这个偏旁组合的时候呢，主要注意啊，它左边这种变形。组合汉字呢，有两类的部件啊，有两类的部件。我们上次讲是最基本的，用这些最基本的呢，又可以组合成一些部件。这个部件呢，就是经常是单字啊，比如说立。这是立加上日啊，就组成了音啊，组成了音。大啊加上了亏啊，就组成了夸。两个日啊又组成了昌啊，这种部件呢可以说是独体字啊，多数是字啊，多数是字。还有一种部件就是有变形的，就是偏旁了啊。这是我们学习时候重点要学习的啊，因为它的写法呢和单独写的时候有些不一样啊。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左旁啊，立啊，立。它的形态呢是斜着的一个三角形啊，斜着的一个三角形，也就是主要的笔画都往右靠，最后一笔呢要长，这一笔要长啊，这笔不能短。这是立旁。言字旁也是个三角形，咱们仔细看也是个三角形，因此这一笔这个横笔要往左伸展啊，要往左伸展，这一点和这一竖啊基本上要垂直啊。士字旁和一补旁是一个写法，先写一点再写横竖，这个挑上去啊，注意看还是个三角形，还是个三角形，中间这一横要长啊，这个和一补旁呢经常是一块用的啊，一样的。竖心旁一点两点挑上来再写一竖，竖心旁呢要稍微的往右倾斜。米字旁啊，注意呢就是最后单独写它有一点，最后这是没有一点的，在左边直接写完撇之后就挑上去啊，写完撇之后就挑上去，先写两点竖横撇挑啊。比如我们写这个京字啊，直接挑上去。火字旁一点两点就可以了是吧，撇省略了是吧，接着连下来写这个一条。再看一遍啊就行了，这实际上是草书的写法。如果行书的话呢，撇长了挑过来这一点往上挑是吧，往上挑，这是火字旁。
工字旁，折笔和调笔，折笔和调笔，注意它整个形态是倾斜的，是吧？整个形态是倾斜的，往右倾斜，啊，土字旁啊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这是个三角形，是吧？往右倾斜，王字旁啊，王字旁，从上边我们看到呢，下边这一横啊都要长，都要长，左边要伸展啊，右边要挑上去。十字旁一般的变成两点，是吧？这个口一般的变成两点，啊，如果写成口的话呢，也要往上倾斜，啊，也往上倾斜。歹字旁，歹字旁，啊，提手旁，这点要长，挑上去，啊，还是个三角形，是吧？牛字旁，这实际就是这点多了一撇，啊，和提手旁的写法一样。矢字旁，这一横要长，啊，这一横要长，基本上是个三角形的，啊，最后一点要挑上去，嗯，最后一点挑上去，比如这短，长短的短，啊，禾木旁。这是一种写法，先写撇然后写横。第二种写法，撇和竖连，撇和竖连，是吧？牙字旁，是吧？这撇省略了，直接协调，是吧？比如文雅的雅，文雅的雅。车字旁，啊，挑上去，啊，挑上去，先写上边的横画，然后挑上去，啊，比如青，啊。耳刀旁，啊，耳字旁。这竖完之后写第二竖，然后一横两横挑上去，啊，如果耳道旁在下边呢，就不是这么写了，是最后写竖一般的，啊，再看一遍，啊，这两横可以写成一个撇，是吧？耳道旁挑，比如聆听的聆，口字旁，这都是在字的左侧，口字旁可以写成两点，这就是口字旁，也可以写成一个口，但是呢这是个三角形的口，啊，三角形的口。日字旁挑上去，是吧？写到这儿以后挑上来，然后这一点儿再挑上去，比如时间的时，啊，日字旁。木字旁和日字旁呢有些区别，区别主要在中间这个位置上，嗯，如果这个长，是吧，就是木字旁，中间也可以写成曲线，是吧？一般的就是长一些就行了。贝字旁右边这一点要短，往上挑，是吧？往上挑。
白字旁也是左边要宽，右边要稍窄一些，月字旁要瘦，右边的都要往上调笔，都要往上调笔，比如胜，这就是月字旁，一定要调笔，出来这个线呢不要太粗，这个牵丝不要太粗。周字旁和月字旁类似，先写这两撇。竖完了以后写横，直接挑上去。山字旁先写这个折笔，再写它，再写这点。另外一个写法，先写竖笔，再写左边的，两种写法，但是呢都要倾斜，这是这样一个三角形啊，这样一个三角形。虫字旁这一个圈就上去了，挑一竖一挑，中间这一点不要有啊，这个不要有点。再看一下是吧，挑上去了，这个呢这边这竖可以宽也可以它宽，这个根据情况呢要灵活处理。足字旁这是个指，指一般这最后一笔要挑一下，也可以把这笔省略直接挑，直接挑，但是呢它的整个的形状是向右倾斜的。否字旁比如缺字就是否字旁，这一点可以省略直接挑是吧，比如这缺字，再看一下，看这个形状这一横是最长的。单立人注意这一撇完之后就地回，再写第二，这个要够长度，不能写成这么短，这就不好看了，这个要够长度，然后再撇下边三分之一的地方写这一竖。双立人只不过上边是多了一撇，一撇第二撇第三竖，上面讲了是吧，第二撇的时候也是要在第一撇的下边三分之一的地方，这一竖呢和它呢基本在一条线上你比如这个道德的德就是双立人。金字旁反写的这撇要长，这一点儿是吧要短，然后写这个可以把这横向的笔画都写完，最后写这一竖，也可以呢先写一竖再写点儿再写这个挑，两种写法都可以，就看这个写的时候呢连的方便就行了。十字旁挑上去这一点呢往往可以省略往往可以省略。鱼字旁转上来一竖一挑一竖一挑，这个省略呢说稍微多一些，左边这一竖就省略了。我们再看一下，挑上来再一竖一挑
犬字旁，这个要长，挑上来，这是竖，啊，略带弯度，弯度不要太大，然后再上来，写这撇，写这撇。如果啊，这个要短了就不好看了，这撇要短了，它长了就不好看了，不好看了，一定要这撇要长要高。志字旁啊，比如像豹子的豹啊，和它类似啊，撇完了以后，在这个位置就要弯，啊，就要弯，不要在这儿啊。如果在这儿，这边就太多了，是吧？一定要在这个位置上弯。绞丝旁。第二、第三，注意呢，我们看这还是个三角形，啊，关键在于这第一个啊折笔是最突出的，如果不是，这就不好看了，啊，所以呢，第一个折笔是最突出的，啊，你就地回笔的时候呢，只要一提起笔来，马上往下一按就行了，注意看。这样的，而不是说呢往回拾着回去，是提起笔来啊，提起笔来就行了。这是绞丝旁。女字旁一般采取草书的写法，一点儿，然后挑上来一撇，再挑上去啊，再挑上去。关键呢就是这两个地方呢右边要高，是吧，形成一个三角形啊，整体的呢又是一个斜的。再看一下，第一笔，然后挑上来，这个要高；第二笔再挑上去，啊，这是女字旁。工字旁向右倾斜，向右倾斜，上边笔画密，下边笔画少啊，笔画稀，最宽的是这一笔。所以我们看这形状啊，最宽的是这一笔。马字旁这笔要长，最后这笔要长。子字旁这笔要长啊，这是基本的写法。所以我们把这些变形的写好之后呢，其他的就好掌握了，啊，这次呢先讲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再继续讲。我们继续讲行书，在前边呢已经把行书的基本技法、常用的构字部件、行书合体字组合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及构字部件在组合合体字的时候它的一些变化，其实道理呢并不多也不复杂。关于行书的笔法，这点再强调一点的就是运笔的节奏。所谓运笔的节奏，就是四个字：轻、重、快、慢。简单来说呢，就是主要的线条速度呢一般要慢要重，而笔和笔之间的连接速度要快要轻，只有这样呢写出了字来才有韵律感。下面呢我们看一下，比如写这个春字，主要的线条啊，这可以慢，这就要快了，挑上来，这个节奏是吧，只有这样写出字才有韵律感。这是我们行书基本技法呢就是强调的这么一点。下面呢介绍行书的章法，
行书的章法呢，是字和字之间写到作品里边是怎么组合，构成一种什么关系。一般的章法就是这么一种形式，就是每一纵啊，这纵是吧，这是要对齐，要对齐，不能是歪歪扭扭，这是一般的要注意的，是吧。而横向呢，每个字不可能对齐。在章法上需要注意的一点呢，就是每行字是吧，天头地角要齐啊，不能一看上边是高低不平，有高有低，下边也有高有低，这个不行。这是章法的最基本的要求啊，最基本的要求。这个在写的时候呢，主要注意这一行的行齐要贯通啊，横向注意呢天头地角要齐啊，天头地角要齐。把这些基本的掌握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练习写作品。写作品呢，还是先示范一个单独的寿字，然后再写一个条幅，还是在卡纸上来写，写一个寿字，这是卡纸。这个单独作品写的时候就要注意，这一个字在这个卡纸上呢怎么安排。一般的呢居中，事先考虑好这个盖章啊或者题款的位置。这是寿字啊，就写完了。下边呢这个写落款，落款不能太大，盖章，章也不能太大，是吧？要和落款的字呢相当。这边再盖一个。在这个位置，因为这个位置呢稍微空一点。章就在章法上啊有个调节，这幅作品呢就写完了啊。这是一个寿字，单独字的时候主要考虑到主体啊，这个寿字和这个落款的这个关系啊。上面是一个单独一个字的作品啊，下面呢我们写一个对联，写一个对联。对联呢主要注意就是上下字行齐要连贯，然后才考虑左右两个字的对啊。万，关。啊，看好上面的字。
万里关河精气阔，这是上联。写下联的时候要把上联放在边上，同时的来对，不然的话呢就容易高低不一样。对上，一蓑烟雨任平生，这个主要内容就写完了，是吧？要写落款。因为这对联是急的，所以把出处写上。最后盖章，这部作品呢就基本就完成了。这是对联啊，一般的呢写作品可以从单字作品呢开始，是吧？然后呢写对联，因为这两种形式从章法上来讲相对的容易掌握一些。再进一步呢可以写条幅，写条幅的时候呢就注意这个天头和地角是最主要的。下面呢我们写个条幅来看一下。写条幅的时候注意呢，字和字之间也要有联系。一般的这个要把第二个字的第一笔写完以后啊，再可以停。这是苏东坡的一首词。莫听穿林打叶声，
这树长一点是为了留些空间，不能太密。这个字要注意，要和它对齐了，是吧？不能高出去，也不能低下来。如果高或者低呢，章法就被破坏了。轻。一蓑烟雨，然后这个字正好在这空这儿啊。下边呢正好对齐，微冷，底方少的可以粗一点。要一些长笔是吧？这样呢，有些空间。那这个字正好在这个空这儿。归去，也无风雨。啊，这首词呢，整个就写完了，是吧？下边写成落款。落款呢，一般比这主要的呢，内容字要小一点。
不能在这点不能骑，是吧？所以这个名字呢，写上就行了。如果有地方还可以写上时间，现在没有地方了，是吧？就不用写什么时间写的了。盖上章。盖章说四面压，这样能盖得清楚。上面呢可以再盖一个银手章，一般在一二个字中间是吧，这点凹进去一块，这样盖一个章就可以了。这个章呢一般都是词语，现在我们盖这章呢就是这首词的一句话，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就盖起来正好是合适。盖好了，那这幅作品呢就完成了。像这种条幅呢，主要注意字和字之间的联系，然后注意字和字之间的配合，天头呢地角要齐。这个关于行书的基本技法还有怎么创作我们都介绍完了，如何进一步提高自己的这个书写水平，就行书来说呢，主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要多读帖，多读帖。这里边呢提供这么几个帖，第一呢就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祭侄文稿，我们前边说过了。他是完全在一种忘我的状态下，忘情的状态下书写的，里边呢表现了他的情感，同时呢从线条当中也可以看出很多微妙的变化。像这一幅作品，这一幅祭侄文稿啊，如果光是写是吧，不注意分析是不行的，因此呢要仔细读啊，看看他这个运笔的节奏是吧？运笔的节奏，这是一幅作品。第二幅作品呢，就是米芾的《蜀素帖》啊，《蜀素帖》这个在一开始我们也介绍了，这也是学习行书的经典作品，也是要多读，也是要多读。第三幅作品是王铎的自己书写的诗的作品。王铎的诗稿，王铎的诗稿读的时候主要注意他笔画粗细的对照，像我们看这些地方啊，他这个运笔的那种力度是非常大的。如果练习单字呢，主要通过吉王圣教序来写，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关键是在于啊，多读，通过读来体会作者在书写过程当中的节奏，并不是单纯的去看他的这个技法，主要看他的运笔节奏。行书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这是我们第一节课就反复强调的。我们今天看到的祭侄文稿也好，这个黄州寒食诗也好，蜀素帖也好，以及王铎的诗稿也好等等，看到古代的这些行书作品在当时都不是今天所谓的艺术创作，都是随手写的，因此它的运笔非常自然。而我们今天学习呢，主要首先要注意的，关键要注意的就是自然。用笔写的时候是吧，不要故意的在那儿做作，就很轻松的是吧，很快的写下来。这样的话呢，反而
能收到一些比较好的效果。如果不是这样，每一笔都讲究，是吧？每一笔都看看是怎么运的，怎么运的笔，这样反而呢显着这个做作。这是提高行书水平啊，我讲的第一点就是多读帖。第二呢，就是在读帖的时候呢，选择自己喜欢的作品或者喜欢的单字啊，来进行简单的创作，简单的创作。比如我们喜欢这个鼠簇贴的啊，这个鼠簇贴，那么可以选择中间的一段来创作。为什么管它叫创作，不管它叫临摹呢？因为临摹往往受到很多拘束啊，老是想和它像不像。这样我们通过读帖体会到这个帖的一些艺术特点之后呢，我们把它按作一幅作品来写，就截临它某一段或截临它几个字，按照一幅作品来写。这样呢就能够看到自己的缺陷在什么地方，这幅作品就能够看到自己如何提高这个水平。往往看到有的人临帖呢，就在一张纸上这儿写一个字那儿写一个字，这种临法对于行书是特别不适合的。所以这就强调呢，如果写的话呢，不论你是选几个字来写还是选几行字来写，都要注意它的章法的整体性，这我认为就是一种创作。关于行书呢就讲到这里，谢谢。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讲隶书。隶书呢是汉代五种字体之一，这个字体呢和书体不太一样，是吧？书体呢包括各种书法风格的这种字，楷书呢，这个隶书、篆书、草书、行书啊，这都是按字体来分类的。什么是隶书呢？关于隶书的名称啊，也有很多解释啊。这个其中比较贴近原意的呢，就是近代魏衡啊他的一个解释。他的解释呢是这么说的：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左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节也。他的解释就是说，隶书就是篆书的快写。从我们现在出土的一些文物看呢，确实是这样。比如这件秦代的竹简，像这一排是吧？之、如、也、观、然，这个之、也、然啊，这都是篆书的结构。只不过呢，它用笔啊和篆书不太一样啊，写的比较快了。所以说呀，隶书呢是在篆书快写的基础上啊产生的，是篆书之后的一种新的字体。在早期的隶书啊，比如像秦代的这个刚才我们看的秦简是吧，竹简上的隶书，还有西汉时期出土的这个帛书是吧，上面都有这个很明显的篆书的这个痕迹。比如我们看这个帛书这几个字，像这个庚、申，这个庚字
是吧？身字完全是这个篆书的这个写法，但是用笔呢和篆书不太一样，是吧？篆书用笔呢是比较匀，而隶书运笔呢也不太匀，是吧？有这个轻重快慢的变化，所以说隶书是吧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古隶的阶段，这种古隶啊，这个阶段呢是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字形没有一定啊，字还没有定型，不像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隶书啊都是宽宽的啊，这样一个字形，它可宽可高啊，可长可短，是吧？这个字形没有定型，再一个用笔呢没有形成一定的程式啊，快写当中啊它怎么这个速度一快以后出现各种变化，所以在笔法上呢也没有一定的程式，这是古代隶书这个阶段，是吧？这是我们根据隶书发展来分的，是吧？古隶阶段。我们经常见的隶书呢可以说是叫金隶阶段，也就是说东汉时期碑刻上这个隶书啊是金隶阶段。实际上呢这种隶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范，是可以说是当时的那种美术字啊，当时的美术字。我们知道楷书本身呢有什么仿宋啊、黑体啊等等各种体，是吧？实际上呢就是隶书呢可以是当汉碑上的隶书啊可以说是当时的一种美术字，是吧？比较字形呢比较确定了，而且用笔呢比较规范了。在这个近现代呢，甘肃出土了大量的汉代的简牍啊，写的这个一些书信呢、啊、这个账本啊，一些这个书籍啊，上面有很多这个隶书，是吧？上边的文字基本上都是隶书，是吧？基本上都是隶书。这个隶书呢已经是属于比较成熟时期的隶书了，是吧？比如我们看这个武威，是吧？这个仪礼简啊，抄的呢是仪礼，是吧？抄的是仪礼，这个字呢都是元大啊，都是元大。我们看到了它比这个三号的汉字啊，比旁边这个汉字呢还要小啊，还要小，可见呢当时隶书的书写水平已经相当成熟相当高了啊，相当成熟相当高了。就是我们学习隶书呢，这些都是好的范本，都是好的范本。如果把这个仪礼简放大来看啊，它的笔法呢就看得很清楚了啊，这是局部放大的啊，局部放大的啊。你像这个人，是吧？这个捺它的顿笔是吧，起笔时候先顿是吧，然后这个捺的这个顿笔呢也是非常清楚的啊，这是这个当时的隶书的手写体啊。隶书当中是吧比较规范，就是比较这个规整的呢就是汉碑了。汉碑呢主要是吧我们见的最漂亮的呢都是在东汉，因为东汉末年呢这个厚葬这个风气非常厉害，是吧？人死了之后啊，就是把他的丧事办得很隆重，然后还要立碑啊，都要立碑啊，刻碑。这个时候呢，这个碑上的字呢，基本上都是隶书，也就是绝大多数都是隶书啊。而且呢，都是请当时这个可以说是当时的书法家来写吧，因为当时呢是。这个碑上没有数着是吧谁写的，但实际上厚葬的时候他请人来写，不会请一个写的不好看的人来写，肯定是写有一定名气的而且字写的非常漂亮的人来写啊。这是东汉时期的这个情况，所以他这个我们今天所见的这些碑刻呀，这个多数是东汉的啊。像这个鲜衣黄碑啊，这是鲜衣黄碑，它呢就显得很方正啊，厚重啊，笔块很厚重。我们注意看它这个界格啊，上边呢有这个
格，这个界格呢字是贴着格上边来写的啊，下边空了半个格啊，空了半个格。这是使臣碑啊，使臣碑它的线条呢就已经比较柔和啊，比较柔和。这是张骞碑，张骞碑，张骞碑整个字形呢比较方，并且它的用笔呢也是方笔比较多啊，就是它这个起笔的这个地方啊，我们看这个之字是吧，这头是都是方的啊，转折的地方呢这个都是很方的，像君子口的右侧是吧。这是曹全碑，曹全碑呢是显得非常飘逸是吧，它这个长笔画拉得非常长是吧，有一种曲线美啊，曲线美非常飘逸，就是这都是比较有名的碑了啊，就是这些碑都是我们学习的好范本。这个我们学习隶书是吧，怎么学呢？首先呢我觉得要了解它这个总体的特点，这样便总体上把握之后呢，便于这个加强对隶书的认识啊，提高这个学习的效果。隶书的特点啊，我们就只是根据碑刻来概括啊。那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呢，就是字形啊是横向舒展，换句话说呢，是基本上是宽的啊，扁的啊。下面我们看这几个字。像命令的令啊，命令的令，在乾坤格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它的主要的笔画啊都是在这个圈里边啊，都是在圈里边，也就是它字的整体高度呢这个三分之一多一点，而宽度呢啊，宽度呢却是非常宽的。像这个右啊也是这样啊，也是这样，这是它的一个总体的一个特点，就是它字形是宽的啊，扁的。那么有的字呢是比较高啊，比较高，你比如像这个义字啊，像这个义字啊，我们看到呢它的整个看呢也是比较高，但它有意的呢把主体啊写在偏左，而把这个新的这一笔拖长啊，也是显示了一种宽的意态啊，显示一种宽的意态，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用这线条是吧，用笔有粗细的变化。一般的横它的起笔啊，起笔比较粗，而中间这一段比较细，收笔也是先顿啊，先顿再挑出去也是比较粗。横是吧，横画是吧比较粗，比较细是吧，竖画比较粗，当然也有横画比较粗竖画比较细的啊，这在汉简上有，在碑刻上呢一般都是横画比较细啊，竖画比较粗。那么从整个章法上来说呢，它的特点就是字与字之间距离比较大啊，而行与行之间呢距离比较小。刚才我们看到的啊，这个鲜衣黄碑啊，他写的时候字是偏在格的上边啊，占了三分之二，而格下边的三分之一基本上没有啊，没有占，基本上没有占。有的呢虽然是写在格的中间，但是呢也只是占大约是三分之二的位置啊，大约是三分之二的位置啊，所以呢它显得这个字和字之间是吧非常疏朗，而行和行之间呢比较茂密啊，
这是他的章法的特点。学习隶书啊，了解了总体特点之后呢，应该从基本笔画入手啊，应该从基本笔画入手。只有写好了基本笔画呢，你才能够按照隶书的结构特征啊，结构特征把这个它的字呢给它组合起来。因为汉字啊，写汉字呢和这个建筑一样啊，首先呢要有这个这些基本的零件、配件、部件啊，然后呢把它们组合起来，组合成一个整体。即使你写一个字啊，也涉及的至少涉及的一个横画啊，一个横画。所以呢要把基本笔画呢要先练一练。隶书的基本笔画有些什么特点是吧，怎么写，下面呢我们就一边示范一边呢跟大家介绍。先看横，隶书的横有两种，隶书的横有两种，一种是短横啊，一种是短横。短横写起来呢比较简单，比较随意。这是短横啊，这样一写就行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教科书上呢是把这个藏锋呢画成这样的示意图，或者是这样的，认为呢写横的时候要这样，这样运笔，这实际上呢是不对的。为什么呢，我们再写看一下，是这样的下笔，不是这样的下笔。一横两横是吧，是笔是这样 运转过来的啊，它动作是连贯的。如果是从右下方往右上往左上方走的话呢，动作就断了，就影响节奏感。所以写的时候呢随意就可以是吧，随意啊，随意写。横重点是呢要学长横啊，长横。长横起笔往左下方顿笔，然后折向右是吧，往上走。中间段比较细，过了中线之后逐渐往右下方走，顿笔挑出去，这是长横。长横是隶书最主要的一个这个笔画的特点啊，这个位置啊，有的叫蚕头，这个呢叫做燕尾啊，前边呢要饱满，后边呢要轻要飘。比如像二字、三字，就是短横和长横的综合。先看二，写了这笔之后，自动的带笔写到下边的长横。这点呢，我们为了看得清楚，是吧？让它出了一条线，笔是这样下来的，啊，三也是。一定动作要连贯啊，千万不能呢写完一笔之后提起笔来，比如说写完之后提起笔来再这样来写，这样动作的连贯性没有了，那么运笔的节奏，书法作品的节奏也就失去了。横重点是要学习长横，竖比较简单是吧，这样就行了是吧。至于说线条，有的是上边细，有的是下边细是吧。一般长横这个长竖是吧，下边呢要粗一些，而短竖呢下边呢要细一些是吧。
比如像雨字，这是短数啊，这是长数啊，雨字啊。再比如像无字，啊，这四个短数动作连贯就写下来，因为主要的笔画呢是在这个横上，是吧？所以短数呢就写的也要随意一些。啊，撇，撇有两种，啊，一种是短撇，短撇写的也要随意，啊，凡是短的笔画，是吧？不是主要笔画也要随意，比如像这多，是吧？这一撇。这是长撇，啊，这是长撇，啊，长撇呢，上半段要细，然后逐渐加粗，啊，逐渐加粗，啊。我们再看一个令字，这一段要细一些。这一段要粗一些，要粗一些。短撇当中呢，如果这个字的笔画比较少，是吧？像这人也是比较粗，啊，也是比较粗，啊，这是撇。撇的重点是要学习长撇，啊，是要学习长撇，要学习起笔和运笔的时候呢，那种节奏，就是用笔的力量逐渐加大，到最后呢，撇出去就是了。下面讲捺，捺根据形态来分呢，主要有两种，一种呢是斜捺，啊，它的这个整个形态呢是。我们看沿着线条来写，是这样斜的，是吧？是这样斜的。一种是平的，它的整个情况是这样的平的，啊。一般的平捺用的呢，主要用在走之旁上，啊。下面我先看斜捺，啊。起笔在这一顿就行了，然后用笔的力量逐渐加重，到这末端顿笔。出去，啊，然后挑出去，啊，平捺，顿笔向上，然后再向右下方运笔，到末端也是顿笔，然后出锋。出锋的时候要注意，虽然下边这是往上的，但是上边呢这个弯度并不大，一般呢往往容易。受下边的影响，把这个捺呢写成是这样的，啊，这样呢就不对了，它就很自然的顿了笔以后就出锋，啊，我们看两个字，是吧？比如像全字，这是撇，这是捺，啊，斜捺，啊，然后短横。再看一个平捺，比如支顿笔下来捺出去，所以关键呢是要练习顿笔和出锋这个位置，啊，顿笔和出锋位置，避免这种向上翘的，啊，这种形态，啊。勾，啊，隶书的勾有两种，一种是短勾，末端稍微一弯就是了，是吧？短勾呢，就是运笔到末端啊，稍微一弯，是吧？一种呢是长勾，啊，但是长勾呢，它和楷书不一样，往往呢，啊，
不带钩，只是一个弯的一个线啊，这样的钩的变形呢比较多啊。我们那个一会儿呢再具体讲它的变形啊。下面我们看这个短钩啊，折子。稍微一弯，啊，长钩呢，子字，这就是它的用法。学习钩的时候，主要注意短钩和长钩啊，形态不完全一样。短钩呢，它的末端呢比较细，而长钩的末端呢不能细，一般的呢比较粗。上面我们介绍了这个隶书的横、竖、撇、捺、钩的一些基本写法。钩呢，在楷书当中表现的比较复杂，有各种形态的钩，比如像横钩啊、竖钩啊、折钩、这个卧钩等等，而这些形态在隶书当中表现的就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准备这个一会儿呢，接着向大家介绍啊，这个隶书啊钩的各种表现啊，这是和楷书啊相对来说的。从以上我们讲的一些基本笔法当中呢，我们主要注意一点，就是运笔动作要连贯，这个顿笔和这个运笔的时候呢，轻重的节奏啊要明显。这个关于基本笔法的问题呢，我们先暂时介绍到这儿。下面呢，我们继续讲隶书的这个基本笔画的写法。上节课呢，我们讲到了钩。一般的呢，我们平时接触的都是楷书，钩在楷书当中呢形态比较多，比如是在这个中间的竖钩，还有这个心字旁呢叫做卧钩，在这个葛字边呢是叫做斜钩等等吧。这些钩呢在隶书当中呢表现的就相对比较简单一点，由于我们熟悉的是楷书，对隶书呢不是很熟悉，所以呢总体上掌握这些隶书钩的形态，对于掌握隶书呢是很有帮助的。下面呢我们分别介绍一下，先看横钩。横钩在楷书当中的写法是在这儿顿笔，然后提起来往下走啊，出锋。而在隶书当中是分两笔，横然后再竖，再竖写快了呢，写快了啊，就是这样的动作。比如说这个宣字，还有关，提起笔垂直下来，再比如说宝，上边都是用的横钩啊，都是用的横钩啊。横钩的特点
就是分作两笔来写，到这儿提起笔写一个垂直的一个短竖这种情况的。竖钩，竖钩在楷书当中是吧，到了末端顿笔然后勾出去。而在隶书当中呢，情况呢就比较复杂，有两种情况是吧。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字的中间是吧，字的中间是不带勾的是吧，字中间不带勾。比如说这个全字，快乐的乐，东西的东，在字中间呢都不带勾。在字的左侧啊，在字左侧，比如提手旁，这是一个弯度，这个弧度比较大的一个斜勾是吧。这个弧度比较大啊，弧度比较大。我们再写一遍，刚才看到了，我从这个笔呢，从这儿是直接运上来，然后再挑下来。比如说这个福字，从这儿上来再下来，在字的左侧是吧，是一个弯度比较大的是吧，这么一个勾。那么在字的右侧呢，刚才我们介绍了是吧，在字的右侧介绍了，就是一个弯钩啊，一个弯钩。比如说这个立字，在字的右侧是吧，一个这个比较短的弯钩。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呢，如果字的右侧笔画是主要的笔画，这种情况也是不带勾的，也是一个竖线。比如说这个名字，叫明亮的明，它在这个字当中是一个主要的笔画，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带勾是吧。带勾以后呢，字显得这个支撑，这个笔画的支撑力度啊就不够强了。七，七，弯钩呢变化也比较大啊。楷书当中的弯钩是吧，是有一个弯度啊，弯度啊。而隶书当中的弯度是在下半部分，
上边呢是直的，从这儿开始是弯的。你比如说子，这就开始弯过来，再比如说呼，像像这种弯钩的情况呢，在隶书当中呢也是比较普遍的。下面看斜钩，斜钩呢就是在楷书当中呢有的时候叫葛钩，在这点顿笔勾上去。隶书当中的斜钩，它的斜度啊比楷书要大啊，它往往是斜度是这样的。运笔的时候呢，上边呢比较匀，下边呢比较重啊。我们看几个字，比如这个五字，它往往是在这个位置起笔，然后下边这韵比较重。或字，这是斜钩。斜钩最主要一点注意的就是它的斜度啊，这个斜度一定要大啊。为什么这斜度要大？是因为它的字形呢是宽的啊，宽的主要靠这个这一笔是吧，把字形呢展宽。斜钩和卧钩在隶书当中写法有点类似啊，写法有点类似。比如说心，那心这也是一个斜钩这样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末端卧钩要稍微的往上弯一弯啊，往上弯一弯。这是义，到末端以后稍微往上弯一弯啊。再看一个字，这是卧钩，是吧？斜钩和卧钩呢有点类似啊，有点类似，主要是这个，实际上主要是末尾的弯度不一样和斜度不一样，是吧？下面呢，我们看这个横折钩啊，横折钩，横折钩呢，其中这个需要注意的呢，一般的情况下都不带钩啊，一般的情况下都不带钩。你比如说像这个刀子，是吧？物字，
它都不带钩。如果这个钩呢形态比较直啊，有小钩，比如像句子的句，是吧，这点弯一下啊，有个小钩。寻啊，他为什么要这点带个小钩呢？是因为啊，他要把这个中间这一部分啊要给它包住，不然的话呢这边就显得重了。这是横折钩，竖弯钩啊，竖弯钩，竖弯钩呢楷书当中是吧是这么写的啊，这有一个弧度下来啊。有的时候呢情况不太一样，你比如说像椅子这样写，隶书当中写法呢基本类似是吧，基本类似。一种呢是先竖，然后这顿笔再勾出来是吧，再勾出来。你比如说像椅子啊，这个椅子隶书当中分两笔来写的啊，比如在这个前的当中啊，再比如自己的己啊，都是这种情况。先是一竖，有的时候这竖呢带点弯度，略微的往左下方弯，然后折笔再过来啊，末尾呢稍微往上挑。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类似于风，是吧？弯度呢小一些，啊，弧度呢大一些。这是风，啊，我们看呢。这种情况是折啊，这个呢就是自然的弯过来啊。这是竖弯钩的情况啊，主要是一种呢是直线和这个曲线啊，一种呢就是一个弧线啊。耳朵钩啊，耳朵钩呢实际上就是两个，这个上边是个三角形是吧，下边是个弧形。啊，是这样写的。这个要写成一个三角的形状，这个呢要写一个半圆是吧，比如像臣字。再比如羊子，羊子啊，上边呢要宽，下边要窄啊，下边要窄，这是一般讲是左耳道。那么右耳的钩呢写法也是这样的，写法也是类似的。你比如说都字，
也是一个三角形，这也是个三角形，是吧？这是个圆的，啊，这是耳朵钩的写法。那么上面我们所讲的这个钩呢，需要注意是什么呢？需要注意重点掌握的，主要是楔钩，啊，楔钩，因为这是隶书最有特色的钩，是吧？也是隶书呢，用它来，是吧？扩张自己这个横向啊，扩张自己字形的一个钩，是吧？隶书当中呢，还有是吧，两种这个笔画，是吧？一个呢就是点儿，一个就是点儿，一个就是折，是吧？转折，点儿呢，这个写法比较简单，因为点儿在隶书当中啊，它不是主要笔画，因此呢，我们特别是强调。要随意，点儿虽然有好几种啊，好几种，但是呢，笔法上呢比较简单。先看这个斜点儿，是吧？比如三点水，是吧？这是斜点儿，写法和竖啊差不了太多，是吧？一顿笔一写下来。第二个呢就是横点儿了，因为它形状呢是横的，是吧？形状横的也是一顿笔，然后迅速的出来，啊，啊，再看一遍啊，横点啊，斜点都在这点。这是一种情况，是吧？这个注意呢，主要注意呢就是动作，是吧？三个点的动作一定要连贯，啊，一定要连贯。竖点儿，啊，竖点儿，它指形状呢和这个横点不太一样，和斜点不太一样。你比如说这个五。啊，我们看这几笔，运笔的时候动作呢一定要连贯。顿笔，挑出去。啊，挑出去。再看一个。竖点，因为它的整个形态呢是往下的，是吧？往下的，啊，所以呢，这个管它叫竖点。它的笔法呢，就是越随意越好，是吧？越随意越好。下面呢，就讲一下转折，啊，转折。转折在楷书当中呢，一般的就是要顿笔，啊，要顿笔。你比如到了横这个位置，横的末端要顿笔，然后往下写啊。不顿笔呢，它也是连着的，是吧？转过来，是吧？这个呢是带有点折，是吧？这是转过来。在隶书当中，转折呢，这个就是分成两笔来写。横完了以后再写竖，是吧？横完了以后再写竖，这点注意呢，千万不要顿笔啊，千万不要顿笔啊。我们看有些这个隶书当中呢，它这个比如说这个口。
朋友们好，我们今天继续呢给大家讲怎么写隶书。在上次呢，我们讲了隶书的基本特点，讲了隶书笔画的基本技法。今天呢，我们讲隶书结构的基本原则。一个字写得好看不好看啊，不论是篆书、隶书、行书、草书、楷书，它的关键在于结构。如果结构写好看了呢，这个字呢就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毛病。啊，汉字的结构啊是经过长期人们这个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啊，逐渐的形成了一定的规律。掌握了这些规律，我们学习起来掌握这个汉字的结构呢就会快得多。隶书的结构啊，它的结构原则和楷书呢有近似的地方，可以从两个大的方面来说。第一呢，从总的来说，它的一个原则就是首先是结构的形态。就我们观察一个人一样，是吧？比如你要画一个速写，看一个人，首先它是胖是瘦，是高是矮，这就是形态。隶书也是，隶书要掌握的首先就是要掌握它的形态。隶书的形态呢也是多种多样的，它大致呢有这么几种。一个呢是三角形，比如我们看这个上字，是吧？如果写这个上字，短短的几笔，我们这么一看就清楚了，它就是一个三角形。下字也是一样啊，只不过方向相反。这是下字，也是一个三角形的，是吧？这个形态呢，就决定了上的这一横和下的这一点儿不能够超出这个范围啊，超出了以后呢就不好看。比如我们同样看这个下字，它就不好看，显着呢往右下方坠了，和这个字呢有点脱节了。再比如这个儿字，我们看汉代汉碑里边这个儿，它左和右这两个竖画都非常短，为什么呢？就是由这个形态决定的，是吧？第二种形态呢是梯形，比如看这